以前很常看八点档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愿望，有个愿望，我觉得晚萌，我就好想跟那个，好想被拍砸或骂我一次。像如果可丽姐如果骂我一次，我会觉得好爽。你别讲，你赶紧停下啦，你讲啦。我的机会，系啊，现场其他的人，现场跟有人会当完成我这个愿望。今天可不可以骂我一下，或者是？打我一下！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想问观众就会求点来。对呀、啊，我们那里有一个最会打人，一进前 M 拍狼嘛，专业 kill 狼。哎，你上次是被粉丝怎么样？好像蛮严重的。哦，没有，他就传讯息说他要杀死我啊。对观众很入戏。他知道我住哪里，他要杀死我。对，所以你让他骂一下。啊，今天有这个荣幸，让骂我一下。以前那个台湾霹雳火有一段那个 Yabiki。跟那个公车片有没有？他其实我也没出席啦。对，你也没出席，我们都搁咧游泳。拜托哎，入戏喽。Action。是安怎？你要抢我这个 Slim Body 的行李？哎，对嘛吼 ，Slim Body 对。Slim Body，Slim Body。我叫你卖狗狗啊。干嘛呢？我要叫你麦哥讲啊，麦哥讲，干嘛呢？我叫你麦哥讲啊，干嘛呢？你是臭三八卦，我就是你。新的查某，你都可以腰受骨嘞，你今仔抢个四根嘞呢？拜托，怕你拖后面啦！阿哪，比有歪无？有无？哈？阿姨，你有要紧吗？紧该拖倒去啦！紧个，你坐，我看我头前哦，迄服装师在哭啊！啊！解脱！你今麦叫好起来，累起来。今天不会，今天还没落开呀。我觉得你演得很好，你知道吗？是你们演的。我刚开玩笑，他怎么变这样？没事没事没事，没有戏剧效果了。对对对对对，没事没事。哎，不错哎，我很强哎，你今天我看趴呢。差点真溺水，这个有生命危险。我本人，因为之前就是演一个要落港的戏啦，然后那时候我。在剧中是昏迷的状态，所以我是要无意识的完全放松的飘在那个港口这样子，结果呢又有一个人要来救我，可是殊不知其实会救人跟会游泳是两件事情，我们两个下水都没有事哦，我就一放松，他硬要把我往港口拖的时候，我们两个直接瞬间沉下去，因为那个是踩不到底的港口，然后我瞬间我觉得我快要被淹死，我整个被压下去，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呼吸，那我就吓到，然后导演也吓到，导演就说好，不要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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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都吓死了，是，对，后来就是镜头用接的，就是直接在岸上，你是这样对不对？我跟他颠倒，我是救人的那一个，我不会游泳，我不会游泳，可是我要救人，然后那场戏一样，那个人是昏迷，他自己飘得好好的，对，飘得好好的，我一定要救他。真的是他，可是你要救人，为什么不带那个救生圈？不行，他们就是要显示我很会游，我还要这样子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往下去沉下去之后，从底下这样把它捞起来，把它往后拖。可是我们不会游泳，你说了他没有想办法吗？对，没有，你没跟导演说，没有，导演就是想试试看，他就觉得这个应该很简单。但我要下去之前，其实吴子就跟我说。你如果不是救生员，这件事情是无法达成的。对，真的不会游泳的，也不行。对，所以君柔哥差点被我玩死了。哇啦，我真正讲完吼，你无可能拍戏啊！脚下车水马龙，我真正命拢无啊！在那个大直不是有个河堤边嘛，然后有那个天桥，它下面不是快速道路，这样车这样咻咻咻这样过有没有？然后我要从天桥爬出来，然后抓住外面天桥栏杆，然后下半身是垂在那个外面的。然后呢，我们拍了两天，因为太大场了，然后我就坏人嘛，然后我就啪，然后摔出去，俊汉哥要抓住我的手。
然后呢，我又站在上面，他跟我说：“乔伦，那个天快黑了，晚上要播，你。”他叫我跨出去，哎，超夸张！但是我们是有那个啦高台，但重点是我们高台的那个高度还不够，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天桥踏出去的那个高度还不够高，嗯，然后重点是螺丝不够，所以我们第一层的天那个它那个天台下面的螺丝第一层拔两个来锁第三层，然后第三层的再拔。超夸张，对不对？然后我要从那个天桥跨出去，我腿都抖了，你知道吗？而且那下面的车子咻咻咻，我只要一个放手，我就咻就下去了。然后我就拿着手机要打电话给我经纪人说，我不行，我不敢，你不要再说我要哭了。我骗你，我那一天眼泪就已经这样子夺眶而出，然后手机要打给经纪人，然后摄影师跟导演围着我说。巧了，晚上要播了啦，你下去搞，你放心啦，我们大家都抓住你，不会掉下去的啦，你放心啦。他就不让我打电话，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真的抖哎，脚抖到不行，然后我跨出去，然后就这样含着这样，然后眼泪大哭这样子，然后踩不到地，是不是？真的，这拿命去换钱，那时候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夸张哎。为什么一天里面的？他可以同理那种感受，那种对，没有人救我，你。你知道吗？然后我拿着手机，然后我很菜，你知道吗？然后导演啊、摄影师围着我说：“乔伦，没关系啊，我们抓住你不会有事。晚上要播了啦，真的已经五点要送带，然后晚上还没有时间打字幕，你知道吗？”天，我就这样上了，命都没了。